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婆，欢迎回到《穷母奇 X》。今天我们要来得到这一只泰坦啦！没错，旁边就是我的赞助者 Olen 啊。不过这是有钱人的世界，各位就是有钱再来捧泰坦啊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兑换这个序号吧。啊，对 ，OK OK。非常 very 的紧张啊！到底是会第几只呢 ？Yes！ 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！我有新的滑板嘞，彩色的 ！Oh my god！ 好大！哇！哇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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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好大哦！哎，奇怪，这不是本来那个坏要给我的滑板吗？怎么变成是 Olen 给我了？不过也不错，嗯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！哇，哎呦，嗯，我觉得可以带这只去这个。散步散步咯，嘿嘿嘿啊，好爽哦，好爽哦！哎，这只价码到多少？5.16T， 它是721。哎，这个泰坦数量已经到这么后面了哦，我来看看638。咦，这个是638，等一下为什么是721？这个是为什么会这么多？到700多了哎，上面还有我的名字，可是 SS732 真的是。哎、欸，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泰坦交给 Olen 吧，真的是非常临时的一件事情，该把这个泰坦呢还给他啦。OK， 那让你爽一下吧。哇哦，哇哦，开心吗？开心就跳个舞。有了，我感觉到好开心了。哦，好开心哦，人生第一只泰坦哎、欸，超棒的。哎、欸，那个 Olen 啊，那个能不能借我去郊游一下？我晚点再还给你，好不好？嗯，这你在骂我吗 ？OK， OK， 我跟他交易一下。谢谢你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跟 Olen 说个拜拜吧，拜拜。太可爱了吧，真是的。对对对，命名一下我的名字啊，这个 Olen 啊，如果日后啊要来签名的话，免费给你一个彩色签名，前提是我要拿得到。好啦，那么我就带着这一只去逛一下交易市场吧。哎呀，在这个美好的地方，我们来做点事情吧。嘿嘿嘿嘿嘿，来这边拿一下。我们的大虫，那我们呢就来拍卖喽！各位观众，1元起标，今天太开心了，拿到泰坦1元，有没有人要？啊，没有人要，是12B 直接就来了，哎，哇哇哇，13B 来。哎，这标也不要太高了吧，我们也慢慢标嘛，对不对？13.7B 啊 ，15B 啊，15B 啊，这个人拿15B 啊，哎 ，15B 买是有点贵贵的哦，但是他愿意买，那还蛮不错的啦。3、2、1，恭喜！喂、哎，我拿14.2B， 来，我们再来一只，不要怕。继续来，1元起标，开始竞价。13B 又来了，究竟会是谁？13.4B， 这是谁啊？13.8B， 13.8B 还有没有人要？哎，没有人要了，看来这一次应该是他拿到喽。3、2、1，
恭喜 13.1B 获得。也有人在标，让来看看他怎么标的呢。来，我们再来一元起标啦，来哦，一元起标。哦， 13.6B 来了， 14B 来了， 14B 还没人要， 14B 没有人要吗？5 4 3 2 1，噔噔，恭喜，总共获得了大概40B 左右。 Oh my god，说多也不多，说少也不少，活动宠的300多，没什么兴趣、欸、感觉起来都很贵呢。现在的宠物都这么贵的吗？嗯，看来是该走了。哎，各位，我们准备要来抽奖咯，可是呢，在抽奖之前，我先把钱存进去。 OK，那么我们来抽出五位幸运儿咯，画面转一下咯。啊，我们这边呢就把网址放上来啦，然后抓取留言。这次有多少人呢？哇，将近要3000了，应该也是3000了吧。那我们要抽出的是五位得奖者，马上抽奖。那我们就来念一下这些观众留言些什么。祝老婆破100000订阅，要顾好自己身体，祝老婆早日破100000订阅，我好想抽到，祝你身体健康，来试试运气，希望老婆100000订阅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就寄送出去咯。 OK， 先来领取一下我们那五只，1 2 3 4 5。哎，这里还有一只金砖耶、欸、啊，没关系，下次抽。哦，是特别的、哦、死神呢？我来看死神是第几位？死神是第四位会获得哦，这个都价格不菲啊。那么我们一样寄出咯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我们这一次呢要抽出泰坦的实体娃娃，没错，就是你本人可以碰到这只娃娃的哦，哎，免费寄送给你。可是不好意思，因为这个由于寄送的问题，没有办法寄给海外的朋友们，非常抱歉。但是呢，赶快加入我们的 DC 群，目前有两个 DC 哦，一个是我的专属 DC， 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我们为了这个宠物游戏串的 DC 群组。首先老婆的群组呢都会有一些福利给观众们，那么泰坦呢就是专属于在我的 DC 群才会举办的抽奖。宠物游戏的 DC 呢是里面会有一些玩家会不定时的举办一些抽奖，然后以及会给你们一些小福利，所以呢两边都有好处啦，赶快加入这两边，然后认证你的 Roblox 账号，你就可以在里面跟我们一起同乐咯。那赶快好不好，然后也要加入一下我们的社团，记得最近呢很多很多的诈骗，然后尤其是会仿冒出我们会仿冒我们的 FB 账号，欸，基本上是它长得会一模一样，可是呢它会有一些端倪，就是它时间点是跟我是不一样的。对，那么最好认出我们的办法是什么呢？叫他给我语音通话好不好，如果声音跟我不一样的，直接给他一个检举起来啦好不好。对啦，就是这样子，哎，也是以防各位会这受骗，那会被诈骗还是没办法的，我们已经帮忙各位避免这种事情了，赶快来抽泰坦娃娃吧，在我的 DC 才有。那么时间点呢也会在 DC 里面发布出去，那最近也很多新萌入坑嘛，对不对，会在底下抽出50位新萌玩家，然后赠送给你什么呢？50000000的钻石啦好不好，不只是我 DC 也有这个福利，那下方留言的观众们，我会给你们福利，每一集能抽就抽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差不多到这边啊。如果喜欢片，记得影片下方右下角有个订阅，右下角有喜欢订阅旁边和铃铛，帮我都按下。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呢？留言在下面，实时更动态，持续追我们频道，而且到 Facebook 看到也让大家一起追踪我。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